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韩。我们的这个梨刚刚送过来了，然后再拆袋子，每个袋子我们都要拆过，然后再检查有没有坏的。还有一个就是，如果有小果的话，我们是不收的。有一个是小果的，我们看一看，这种不够适量的，我们都是退回去给果农的。不过我们这里收好适量以上才收的。大家把它装完，这里朋友们发货了。咱们这个都是新鲜采摘啊，新鲜发货的。早上采摘，中午打包，下午发货。这个叶子现在的还挺新鲜的，就被晒了一下，有点蔫而已的。叶子我就不给你们发货了，因为放在那个泡沫箱里面，它会到你们那边的话，它会显得不新鲜了，不好看，就不带叶子了。叶子全部给扒光了，就是这种，这是属于中果的，大果了，给朋友们看一下，大果了，大果是这个中的跟大的。这多少斤？要一千多斤啊！一千多斤了、啊。一千大概一千六左右。你还没吃饭吧？吃了。吃啦？我11点多钟，我吃了就下来了。哦，我以为你还没吃饭呢。现在已经2点钟了，还没吃饭，那就不得了喽。这种为什么会轻一点呢？哎呦，这个。那个说那个花纹转的很准。花纹转？它那个皮质的。哦。都是一样的果。可能套袋的有点漏气进去，它就这样子正常了，口感都是一模一样的。看我大哥在那里吃梨，吃得津津有味的。刚吃早餐，你那么饿吗？没有看你吃东西啊，甜吗？甜蜜蜜的，非常非常甜。自己摸都没有吃一个梨。这个是大果，酒精的大果，现在这个是刚刚好4530克，多一点点，这种是正常的。但是朋友们收到的话，就是会有可能会有一个稍微小一点点哦，是中果配上去的，因为它那个重量，你放一个大果上去，它就超很多了，所以只能搭配一个中果上去，刚刚好。就是、朋友们都不要介意哦，因为这个很难找得到，完全一样的。这4530克，我们还有个泡沫箱哦，泡沫箱还有个纸箱，然后呢就是加上那个皮重的话，不能超过10斤，超过10斤的话，它要另外加收那快递费的。现在我们去这个大姐这里，她说她有点那个黄金耐力，去看一下怎么样。今年这个黄金耐力太畅销了，很多老板都抢着要。这个竹林干干净净的，搞个荡秋千在这里好爽咯，搞个帐篷里睡在里面都舒服，是吧？今年都这么少呢，今年太少人种了，太少人包这个了。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先，这里挂满了树了，树上挂满了，这个可以。这个梨很好，这个可以啊，但是不多。好大个的，这个好大个。这个好大个。这个是花皮的，它不是那个。这个对，花皮的，它不是坏的。这个不是坏，但是那个叶子，压到上面了。不是坏的。这个可以。可以啊，这个好大个的嘞。你看一下，问他有多少，还有你那里有多少。他那下面还有嘞。还有是吧？我有他的电话。你给电话给他，问他有多少斤嘛。我那个叶子拿去我的手机了。等一下你去问一下他。我等一下我都问。有我们就一起收嘛。我回去那一个人都要完了。要完了是吧？他也一个人都要完了。今年这个黄金耐力太畅销了，很多地方都没有了。我都不能有。这个很甜的。脱骨了，都是脱骨了。现在我们还要去另外一个山头那边看一下那个耐力。
我在那里熟了没有？我前几天我们去看的时候太青了，然后今天听我那个粉丝说，今天有人在已经开始采摘了，我看一下有没有。因为今年这个王天那里真的很抢手的，找货找不到。去年是太多人种，然后呢天气高温，很多人都连那个带着那个钱哦，就是买那个套袋的那个钱都挣不回来了。今年就很少人去套袋了，都没有货，就搞得大把老板来找这个王天那里，轻的人也要下树了。现在过去看一下，先到底货怎么样先。大哥这两天怎么没有直播呢？是不是想回家了？好热。那晚上你住宾馆那里不有空调吗？吹一下睡着了。哦，太累了是吧？太热了。白天就是太累了，晚上就很快就睡着了。主要是那空调太舒服了，吹下就睡着了。那你要加把劲啊，是吧？好点。那徐姐那里说大哥，我跟我说的，帮我看大哥这两天不开播的。那个空调主要是太舒服了。吹着好凉快，就吹下睡着了。再凉快也要挣钱啊，挣钱来啊，在家里吹空调不好吗？好了，这里家里没有空调，家里只有电风扇。那照你这么说，那以后长期在这边吹空调了。对呀、啊，吹空调那么爽的。这个那还不如拿这个用这个钱来在家里面装个空调，那不好啊。天天吹啊。咱们天天吹了。看一下今晚我们在一起开，今晚我监督你在一起开播。嗯，好啊。把灯放在一起。嗯。要不你跑上楼上去，我都不懂得你有没有开播。加把劲啊！年底不是要结婚吗？那里面赚不到钱啊。赚不到钱，也没办法，是不是？加把劲。好的。要不去看一下那个那里，真的，人家去的晚了，人家就。又卖完了是吧？是啊，现在真的太少了。这个我们把手上面的单搭完了，我们也不敢上架这个了，就找不到货的。嗯，货源哪种？